早上的八点三十分，今天2018年11月27号星期六，周休二日，今天也是我们马祖婆圣诞，我们恭祝马祖婆圣诞千秋啊。刚刚社长也前往朝安宫跟马祖婆请安问好啊，也恭祝她圣诞千秋啊。11月27号的539 A 组牌全车一支10 ，A 组牌全车一支10 ，B 组牌尾数碰尾数二合，零尾碰五尾。今天我们用两个尾啊，因为也到了月底了哈、啊，我们今天去给他赢点小钱，零尾碰五尾。零尾去碰八尾，也就是10、20、30去碰五尾，九碰啊，总共是3、4、12碰，10、20、30去碰八尾，0818、2838，这是签二合啊，两组牌 ，A 组牌全这一支就是10了啊，祝大家好运。前天我们中32，昨天我们用14，他开13，所以我没有中。今天继续努力。